接下来我们第一遍弹，请注意，第一遍一定要慢，不要急，一定要慢弹，争取把每一个音都弹出来。第二遍，正常速度弹。第三遍是默弹，如果第三遍不能默弹，也可以第二遍多弹几次，可以把默弹放在第七八九甚至第十次都可以，但是大家记住，一定要练过这个阶段，默弹，不看谱子。在本节目结束之前，如果您感到满意，请订阅本频道。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。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，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。谢谢大家观看。